你看这球，哇，我们领先四分，哦，最后一局。现在在台北大巨蛋比赛，目前第一场对韩国4-0。Nice！ 嗨，我回来了，快！最后一局，两出局，赢了。韩国队可能是最后一棒打者哎，我们投手孙一磊哎，孙一磊。我们现在4-0领先韩国。哦，来看，快，4-0，韩国。最后一局，最后一个人，可能是最后一个人。九局上半，两出局。不过台湾以4-0领先韩国。他应该是最后一个人。对，没错，应该最后一个人。应该最后一个。来，我们一起集气，为中华，我们台湾队加油！来，一二三，最后一棒落空，打击出去，这球。没关系。两出局，还两出局而已。没有关系耶，至少就到二里面那三垒，那三垒的话，通常比赛快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球会打被打打，因为太紧张了，因为那时候只有他们死里逃生呢。我们换投手了，我们那个新化投手孙徐若曦，就王牌投手，那卫权队最厉害的那投手有没有？上次就拯救整个球队那个徐若曦，他今天投了七局，投了七球，赏韩国队10个3振，然后只被打出2支安打而已。韩国队赏了被赏了十个三振。我们赏他10个3振，三振好哦，所以最后一局了，两出局，9局上半，韩国队最后的反攻，现在台湾以4-0领先韩国队，这是我们大巨蛋历史性的首胜，哎爸，来看哦，见，最后一局啊，两出局啊，台湾以4-0领先韩国，这个人哦，注意看哦，这球投出。所以我投手是那个孙毅的，这投手很强，他被日本，他现在日本职棒的那个投手被签下，他还18岁而已。孙毅的，我们那个王牌投手徐若曦，投七颗球，投10个3振，只被打出2支安打而已。好球，哦哟。再一个好球，再来一个好球，嗯。我们今天赢得很漂亮哎。守备有守备，每季3振有3振。徐若曦，我们的 S 王牌投手。挥棒落空，3振出局，比赛结束。中华队以4-0，你打败韩国。哇！4-0。哦，我们大巨蛋的。不得了。郭李健夫啊，哎，郭李执掌那个中华队的兵符哎，他作战比较明确，比较大，比较有那个确实。耶、yeah! ！我们刚好赶回来看最后一局，哇，太棒了！
历史性的首胜大巨蛋历史性的中华队台湾队的首胜我们投手真的太完美了，只被敲出三支安打，全场啊，给韩国队只给他们三敲出他们三支安打，我们给他们十一个三振，然后只给他三次机会，然后4-0完封，很重要，这样赢的话，后面几场就很好打了。明天对香港，后天对巴基斯坦，然后最后一天对日本，只要赢三场，我们就直接打冠军赛。巴基斯坦，对啊，有毛棒球呢？连那个哪里关岛也有啊，还有什么德国啦、英国都有棒球队。